我回顾过去从一名科大学生走到现在成为人大常委的路，我发现每一步都充满挑战学习。我很想透过明道这个课程亲身和你们分享我从政之路，我会和大家分享在这条从政路上我怎样保持初心面对挑战，以及在这条路上我的得与失。记住，明道课程不单只是一个学习的平台，更是一个发掘自己潜能，同时为香港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起点。完成课程之后，将会有机会和我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面对面交流，所以请你把握这次机会，不要错过报名截止日期4月5日。我们明道的名额只有50个，我希望能够在课程里面见到每一位充满潜能的你们。